大家好啊，今次再到呢个 OPC 度食点心，因为佢哋嘅点心实在太好食啦。上去八楼啊，呢间叫做《鹿鼎记》嘅食店。提提大家啊，呢间食店好旺场噶，所以要早啲去攞位啊。佢哋食点心嘅时间系朝头早十点至到下昼四点。坐低咗咧，就自己用 QR 曲点食物啊。好，点咗一啲食物，去片俾大家睇睇。黄金鲜虾饺，佢哋嘅点心咧上咗台都仲热辣辣啊！安虾咸水角，佢哋所有嘅点心都好食嘅，即系唔使多讲。香芋天鹅酥，蛋煎糯米饺，应该是煎糯米鸡嚟嘅。春风得意肠粉，是加了红菜汁的粉皮包住春卷。凤凰鲜虾肠粉，这个东瀛鳗鱼酥，这碟蚝油生菜，连生菜都整得好吃的。高桥萝卜糕，凤爪排骨饭，银鱼滑鸡精饭，呢碟金欧带子粉丝啊，碟粉丝炒得好食啊，非常好味道。佢哋啲饮品都好饮噶，呢个冰镇奶茶。这个陈皮香柠橙子茶，最后这个酥皮凤梨叉烧包，真的有菠萝粒在包里面。总结这间食店的点心食品，卖相又靓，味道又好，真是好吃到冇得输啊！中意呢条片就请按订阅啦，唔使钱噶。多谢大家收睇，拜拜。